光之天使信息。关于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信心。通灵安妮，光之子，感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计划与您的灵魂会合。你在这里并非巧合，那是你的一部分，你不一定知道，想听，想知道，想知道你将要听到、知晓和知道什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生活有信心。无论你有什么生活，无论你的生活中可能发生什么事件，在集体层面上都会有一些不容易度过的事情，好吧，无论如何，相信正在发生的行星地球生命的伟大运动。生命的这一伟大运动是一份礼物，它是源头给整个宇宙的礼物，地球和它，地球母亲的人类意识的提升已经计划了数百万年，而你们已经实现了。你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许多事，你选择现在在这里，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的灵魂，你的光之存有非常清楚它来这里和现在在地球上做什么。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意志选择在那里，并参与这个银河宇宙和神圣的事件及扬升第五维度。不要害怕这一切，你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事情很陌生，它会产生恐惧。不要害怕，因为如果你的灵魂选择在这里，并且如果你明白你内在的东西比你更伟大，那么相信它比你更伟大。相信你的灵魂，相信你所谓的我是灵在，你的基督灵在，他们在那里指导你。他们选择了你的个性、你的身体、你的生活，以便能够通过你来生活。这个事件将使他们能够进化并成长为更多的光，甚至更多的意识。所以亲爱的孩子们，相信伴随着你的爱的过程，因为源头伴随着你的是爱。正是在爱之中，他带你走向更伟大的自我认识。他希望他的孩子，你是谁，更聪明，更容光焕发，更真正的意识到他们是谁。因为你来的不是好车好房子，你甚至不只是为了生孩子，你是为自己而来的。你已经在你的存在层面和你的意识层面成长进化。因为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只有你会提升或不提升，你不能带任何人。这些是灵魂的选择，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选择。谁使你一生都走在邪恶的道路上，就像善良的道路一样，阴影之路就像神圣光之路一样。有一天能够明确地选择光，因为你在你所经历的不同化身的所有领域都有足够的经验。是的，你们都是伤害过别人的影子人。是的，你们都是帮助其他人进化进步治愈的光之存有。没关系，行星地球是所谓的二元行星，有恶就有善，有阴就有阳，有月亮就有太阳，一切都是双重的。如果有健康，就会有疾病，在第五维度，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地球上，在第三维度，正是这种二元性，你选择了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并在这个生命中再次体验。你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是极其双重的，正是因为降下的光。正如我们之前通过安妮向你们解释的那样，这降下的光是源头之光，它会扰乱那些渴望早于地球及其人类。但是我们再次对你说，因为我们经常说神圣光已经赢了，所以
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要有信心。尽管有些事情看起来很黑暗，很黑暗，难以跨越，但是请记住，在议事中，神圣光已经赢得了这一事实。但当然，当你在地球上时，你必须经历线性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不久的将来，你将经历困难的事情。如果您将它们视为阴影的终结和光的工作，准确地说，将更多的光放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您将体验不同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你对自己有信心，对生命有信心，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对自己有信心，因为你来这里是为了体验这个，度过这个，帮助别人度过这个，通过握住他们的手，通过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让他们放心。你也将扮演这个角色，你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这个星球上有很多很多人介于两者之间，这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人介于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害怕和我被这种有点奇怪的灵性所吸引，吸引之间。甚至有些人再次转向宗教，这不是一件坏事，如果那是他们的道路。这些人现在很脆弱，他们感到迷茫，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提供帮助。在内心，你可以要求你的我在场参与到许多众生需要和将需要的帮助中，他们在这个中间，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留在他们的经典生活中，也就是不一定是影子，而是待在他们的舒适之中。当然，即使你来回走动，有时一切都是美丽的，一切都是阳光光明的，你在用大量的光进行冥想，你让自己充满了这种光，它是美妙的。然后第二天事情就会接踵而至，你的轮胎会瘪了，你的车不会启动，你的洗衣机会坏掉。总之，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情有时是困难的，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沙粒。当然，有时情况可能会更糟，但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发生在您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妨碍您、惹恼您。当然，你无意识地创造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如果您发生车祸，无论多么小，都是您制造的。所以，寻求理解为什么在你的无意识和或你的意识中发生了什么来创造这个。如果你制造了一个分离，一个破裂，就是你的一部分不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你生命中的这段时间里，什么是危险的。你正在经历的一切现在有点困难，值得研究，值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你的意识才能摆脱那些造成这场冲突、造成这次事故、造成这种疾病的能量，然后从那之中解脱出来。因为你会经历它，经历它并理解它，你会变得轻松起来。你变得越轻，冥想就越容易，与光相连，在你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前进。你会看到这在你身上创造了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对生活和你自己以及你周围人的信心。你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不要最小化你是谁，记住你是谁，在你自己身上看到你所示的光之存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人不爱自己，不能爱自己。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在美，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这个星球上的许多生命不喜欢他们的身体。
如果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体是房子，是他们灵魂和光之存在的殿堂，他们会更加热爱和尊重它。这个身体，这个个性，他成长的家庭，甚至他所经历的考验，都是由灵魂，由我是灵在选择的，为了前进，进化，来到并生活在这个扬升的运动之中。因为，一切都是同时发展的。由于，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一切都在同时发展。不会去第五维度的众生，因为他们的灵魂还没有决定，因为这些是灵魂的选择，然后是头脑、思想和人格的选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会为下一个转世采取步骤，因为他们将在震动中上升很多。然后，他们将带着比此时投生在这个地球上时更高的技能、知识和愿望回来。这就是频率提升的目的。所有化身的灵魂都会受益，所有化身的灵魂都将成长并进化为更多的光、更多的爱、更多的兄弟情谊。明天的世界，你将要创造的世界，你的孩子将要创造的世界，如果他们在这些能量中，将是一个分享的世界，一个爱的世界，一个团结的世界，一个他人将与自己同等重要的世界，和平将统治世界，因为和平将统治着创造这个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心中。这是因为他们将与他们的光之存有联系，他们将与他们的我是灵在联系，他们将与源头这个世界的父神、母神联系在一起，他比你想象的更爱你。你被爱，在所有这些层面，你伴随着你的光之存在，伴随着你在所有这些层面中的我是灵在。谁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每天一次，最好是在早上，在你去上班或做任何事情之前，定期连接到你的我是存在，呼唤你的双重光并连接到它，以便它在你的一天陪伴你，让你自己被它引导。感觉如果你必须向右或向左走，给你正确答案的不是头脑，而是你的心。跟随你的心，跟随光，你永远不会出错。我们爱你们，我们支持你，我们与你们同在。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